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脾气要大一点。你已经很大了，然后他们两个再等一些，又显得我要生病了。去死吧，你们这个分手。你订阅了吗？欢迎收看《重口味开房间》，今天在超美房间。对呀、啊。Yeah! 今天要干嘛？今天的话主要是回答问题，嗯，好，准备好了吗？第一题的话其实是新北的小张，他就说他跟女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女友就是有拍照上瘾症，每次那个餐他就是拍到不停，等那个餐都已经冷掉或糊皮的时候他才能吃。请问是不是可以教他女友怎么样可以快速拍出美照的秘诀？分手比较快。对呀、啊，吃东西我觉得很饿啊，为什么要拍多久？那我那个蛋糕全部要退掉了。交几招？你有拍食物的秘密？就简单啦、啊，就是他很爱啊，就腹地打开就好了。线动不是都一直在拍吗？可是腹地打开就好了。有帮你准备好没有蛋糕？腹地耶，没有。他们有些可能是要抓奖夹，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像他就是很希望大家说这是哪，好想要。我没有他们追求这个，哦、我是会分享的时候，我个人就会看这个。他可能会想要一些什么食物比较近啊，我会想。你就是小张，来，你就是小张，就是现在就很饿的男友，请问女友要怎么样可以快速拍？但他蛮厉害的是，他之前我跟他去日本的时候，我们连拍食物，因为一般就是 IG 动态这样拍，对，他没有哎，他怎样？他是要用单眼先拍我。哦，对，我那时候好疯哦，然后才上传到我的手机才能发动态。还要用单眼，这不是腹地打开好了吗？没有，画质差好多，真的画质差好多。然后有说有这么麻烦？麻烦，来，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开始。你现在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加速了？你有加速？我有加速啊！就来先教大家一个 SOP 是什么？ SOP 是什么？因为我每次有人要拍很久，真的都会愤怒。通常就是我们盘子一定要摆一个，这个先帮我拿着。好，你帮我拿着。好 ，OK。好，怎么这样就会生气哎？对，这边就差不多要生气，要火了。没有、啊，然后你摆，因为你很饿，还要拿叉子。通常食物就是只要一个斜角就好。斜角。对，斜角。斜角。嗯。哦，因为斜角有一盘会在比较尖的地方，然后有时候可以用那个，如果你是 iPhone 的话，你就可以用那个人像，用人像拍，会有景深，好像假的那种。可是我是 Samsung 哎、欸，哦也 OK， Samsung 超棒的、欸，你知道吗？我们知道 Samsung 棒，但怎么拍啦？哦， Samsung 有景深的效果，蛮厉害的。就是如果你要拍一颗的话，你后面就可以雾掉哦，就可以。而景深一出来，整个深度就出来了，照片的深度、就是、好像哎整个。很活灵活现哦，活灵活现、欸。那我好奇，其实把那个东西拍得很美，你们要的效果是什么？就是我的话，主要是下次跟朋友说，哎、欸，给你看上次吃一家很好吃，然后而且最、啊、没有他刚刚那样已经算是比较不烦了。另外一种很烦的版本是他一定要就是拿着自拍的哦，那个就要调，自拍比较要调超久。自拍比较自拍我会，我真的会没什么好出门，我真的会愤怒，因为我很饿，而且还要打扮。没有自拍，就那个人也要很重要，对，就会很麻烦。通常会太拍太久，我就会不想跟这个人出门。对，我就会愤怒，因为我觉得很饿。他跟小张一样，那你们教一下这个，除了紧身之外，还有什么招数？还有就腹地打开就好啦。还有一个从上往下啦，或是腹地里面就有一些，就是它要让颜色看起来很鲜艳，所以它看起来就会变得很好吃。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可以去先去学个人的修图技术，就是你先随便拍，先吃，有没有你后面再很美。你后面再去调色，我觉得你就饱和度拉最高就好了。就对，饱和度结构拉到最高，对，偏暖色，因为你看那些很红的 IG 的那种食物的 IG， 他们就是每个颜色都很暖。对比，然后去下载 Snapseed 戏剧张力开的那个对比度，戏剧张力那个吗？有啊，装吧，有戏剧张力这个效果啊，其实有的有啊，是哦，因为没用过那个 app。对啊，因为其实拍到这个点。我觉得就是暖色，对，拍人我比较也会啦，拍实那拍人也教一下好了，拍人就是教就是反着拍啊，镜头要在下面。你现在还有这样反着拍吗？有啊，比例好点。用我的，好用我的，好的。好，那你是神兽吗？神兽，那就可以哦。来，知道按钮在哪吗 ？Of course 。反着拍啊，就是反着拍。好，好了，你拍表姐好了。我小姐坐那里好了，我已经示范很多次了。她算是蛮会拍的。对啊，要不要拿个蛋糕？来，好，这是先正拍的。好，正拍，这样就好看呢。这样就好看，那人好看什么？哇，对啊，那么多人，我一起去看证券户。哎呀，这是正面的哈。那如果反拍会变怎样？反拍好像就腿会变长。
然后脸会变比较至中。来，我看我是用一样的角度，你先看一下正反，给本人看，因为反的好像会自动拉长感。你坐着看啦，这样拍照。真的耶，我看一下，因为正拍会有一种刚刚好，正拍就是原始的我。因为你反拍你会其实会很自主性的，你的上面的景会比较多。反拍好像会比较广，对，我感觉比较广，反拍空间感比较多，对，地板很少，对。原始，因为反拍会自动有一点，因为以前很红，就是把相机拿到很低，然后往上拍。如果你反拍会自动到达这个效果，然后不用拍，对，而且它会比较自然的一个高度。以前要这样，哦，以前要这样，因为有时候叫说介绍你从底下帮我拍，我感觉这个人很浮夸，他就是这样。不是，我想说你要介绍就是零多一百，就要介绍，对，他胸都开到最大一百啦，美肌美肌，其实没有什么，中间一点他没有，他就是高一点高一点，低一点低一点。每最高最大这样，至少是没有中间这个，就变蛇精。对，没有，我也有啊，想说，好，试拍一个，帮你拍，没有吗？帮你拍，我帮你拍，没关系。反正就教大家这个感觉啦，我因为我拍食物通常就是会，比如说 focus 一个很近。那食物要放在哪边啊？我觉得食物放的位置，我看我会觉得，因为它的是比较多种的，因为很多美食部落客很喜欢。直的，哦，是比较少的，他们是俯拍，因为俯拍很是最久的，因为俯拍要吃影子，很常拿自己的影子。俯拍的话很常要翘很久，因为大家都坐着，然后大家脚都这样痛出来，然后你还要叫大家说，就会很那这会人员变很差。我看俯拍你就要挑桌面比较大的，因为通常脚就一定会在桌子外。对，如果你这桌很大，你就拍这三拍。因为像那种挤挤的，因为一般我要吃一定是这样嘛，你俯拍脚一定会入镜。对啊。所以你一定要挑那种桌子比较大的，而且基本上你要俯拍，你一定要带一盏小灯，因为小灯只要打在这，影子就会全部不见。好，如果你真的不是职业的，就是食物部落客，你真的不要这样好吗？我觉得你就是斜脚，你就斜脚，然后就斜脚拍一拍就好了，不要啰嗦，就是不要啰嗦。斜角的，我们很饿。如果是同桌人一个的话，就是要拍比较近一点。好，可以吃了。好，可以吃了。收工，真的是真吃哦，真吃。那第二题呢？下一题的话是高雄的珍妮，他说。前阵子的时候结束6年的感情，朋友都说我怎么能忍耐那么久。例如我生日当天的时候，男友不陪我，说要在朋友家过夜，就被我抓包说他那天去开房间的发票，真的不想要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说了分手。但他在分手之后开始各种关心，问我节日怎么过，想要跟我就装没事的打哈哈。但现在重点是分手前的时候他才刚应征上我们公司，我现在必须要跟同事，那我现在我不想要辞职，我该怎么办？这有什么要怎么办的？就是当同事啊，对啊，对啊，他就是你同，他就是你的新同事，嗯，纯同事哦，就纯。而且你干嘛要怕？因为又不是你犯错，他才要觉得怕嘛。对啊，因为他只是关心你，又不是跟踪你。对，你不要。但我们自己不要觉得我们没自信，我们对自己要有自信。你这个什么？你这是喊话？这是什么？听过？有没有讲一下？你看昨天唐心老师说的。对，我觉得因为做错事又不是我，假设我今天该忙要被抓到，我可能来信这样，我还觉得合理。嗯，但因为今天我没做错事，我面对他，我干嘛要怕？错的不是你，好像很多人会因为这样子会害怕。对，没有，你就是你，他就是一个过去，他就是你一个新的同事这样。他就是个生物啦，就生物啊，像隔壁邻居一样。对，你把他当生物就好。对，你看他，你一定要抬头挺胸的走过去，因为要怕的是他。对，你这句话都好像跟自己讲。我觉得你刚刚全部都在讲自己喊话，我现在你不想见到的是谁？不是，没有啦，同事呢，我完全没在怕啊。哦，对啊，所以不要怕。好，下一个吗？这问题也太简单了吧。这比较简单。好，那下一题啊、哦。他的烦恼都好可爱哦。下一题是高雄的小林，他说他跟男友交往很久，然后他是属于一见钟情的人，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要跟他结婚，这个想法他从来没有改变。然后最近的时候跟男友吵架过程的时候，男友突然说他心里一直有另外一个女生存在，他们有玩游戏认识，没有见过面，但已经10年了。但男友有跟那个女生告白，那女生拒绝了，到现在他们都还有联系，但没有暧昧，因为那个女的完全就说没有她喜欢你。但原本她是跟男友是以结婚为目标，就现在她跟男友摊牌以后，男友说哦，我要等到那个女的结婚以后，我才会结婚。嗯，那她现在理性的来说，她应该要分手，但她真的不想，也没有办法。可不可以给她一些意见？如果你们是她的话，不想也没办法，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抉择？什么叫不想也没办法？她不想离开她，因为她很爱她。嗯，不会啊，现在苏志燮追你，你不离开？苏志燮追你，空头支票还会追啊？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她所谓的不想跟
没有办法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那个他之前讲的、啊，就是在原地痛苦，然后前进位置更恐怖啊。可是他可能因为他对于就是他不相信他自己外面有可以遇到更好的人。但有可能他就一见钟情，他现在就是还是爱他这个男友。有可能是那件事情很遥远嘛，比如他们结婚又不是现在就要，那他们现在面临的生活又不是。就是还是可以继续过下去，或者是他可能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可以等到那个女的结婚啊，那女的明年就结婚啊，可以等啊。对，只是他就想不想分手了。但如果你的另外一半跟你讲说他心里有这样的人，我一定让他去，绝对没有。可是他已经说好，对方也没有要他哦，没有要他。对，对方没有要他，数字线没有要他，那个女生没有要他。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你男朋友单纯单方面的希望他幸福，我在幸福。就像是你喜欢数字线，你就数字线结婚，我会 OK， 我不 OK。你可以是不是？不是我们俩之间是到底跟那女的什么事情？对啊，这样的交往关系是有三个人。我跟你讲，有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脾气要大一点。不是你已经很大了。然后他们两个在同一线，又显得我要生病了。我去死吧！你们这个分手。好了。对，不是这个，我们两个之间要不结婚，还要等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女生哦。所以感觉好像我在怎么可以那么委屈自己那样自杀？啊！我天哪！你怎么又回来？他妈的，分手！女生啊，对呀，我们两个之间是要自己好不好？还不是说什么等你妈变好了，你也是值得得到爱的。对呀、啊，我又要哭了吧？你握着彼此手，你们都值得拥有爱情。马修曾经说过，每个人要离开的勇气，离开的勇气。对，对我跟你讲，一定有下一台车的，一定有下一个车站，下一台火车啊！对，你就在火车，你要离站了。这个你不能永远停在台中，不要怕离站，还有高雄。来去高雄，来去高雄，来去高雄 ，Let's go！ 高雄好奇特，对，脏话。可是因为离开是真的很难哎、欸。你们当时是怎么离开的？我离不开啊，所以我都是惨烈分手。就他大劈腿，我才没有。你不能这样讲，你以后都可以离开。你以后都离得开，你就是一台前进的火车。你就是一张我过去，我他妈以前烂。难道你以前你在发生不和，你没有去正视那个问题？比如说继续下去，那就是好；或者不继续下去就分。我好像是会逃避问我啦，我以前是会逃避，我现在会大正视。你最近怎么好？全新的 line， 全新的 line， 专辑。我以后再，我以后再问你们那种烂感情，你就打我。好，没问题。